看山湾半秋啊，小船落，母亲挂，妇女相依多年华。红梨啊，哈哈哈哈！又搁伫阿爹陪后，讲阿爹什么好话哦？我阿爹吼，人缘好，心肠好，脾气好。嘿嘿，好好好，还有一句口头禅，就是声声句句是不离好。哎，好好好，是啊，哪有遐济好啦？后人看到人娶新妇，伊讲好。哎，好。见到人发油仔，伊讲好。哎，啊，这嘛好。看到人火烧厝，伊嘛拢讲好。好。哎，火烧厝冇了。什么火烧厝好？那是火若拍了有花，人有救出来，安尼当然嘛讲好。唔只会得一个外号叫张龙好。也唔过有一项唔好，好，倒一项唔好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倒一项啊？对啊，就是爱啉酒啦。哦，好好你吼、哦、出门一壶酒，入门酒一壶，那啉着醉。水就讲这话，拢讲迄啰，张果诺倒徛哩的故事。好好好，呀，那有遐济好啦？哎，天上宝，天上宝，生世天捡着一领大棉袄哦。大棉袄？嘿，比大棉袄也好较济哩喏。呀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哎、欸，提酒来，先提酒来吼、哦。又搁要饮酒啊？你若唔敢讲是啥物物件，我都唔予你饮。哎、欸，好，啊无等我酒饮落，我才讲。哇，啊你是不是又搁要讲张果诺倒徛哩？哼、嗯，你才唔爱听迄个。耶。当我若将这个喜事讲出来啊，保证你会笑到落下海哟！啊，吓死了！哎、欸，来来来，你家姐，咱们家听酒，你听。哎、欸，好好，来来。那是讲到张果诺倒徛哩，离开六合关迄个时阵的呢？啊，卖讲这，卖讲这，人无爱听这呢。哈哈，哦，我讲，哈哈，回到初茶在山岗，忽然飞来一轰轰，平息留在我东乡，我小舞我闪金光。真正，迄下就是红红鸟。嗯，啊，你那爹我人老翁老，我目睭也无花，耳仔嘛无臭耳人，随时伫个吹红鸟，大汉伫个吹红鸟，什么飞禽走兽毋捌看过？哎呀，我要哪会看唔到？查某囝食到这尼啊大汉啊，只敢那捌听人讲过红红鸟，是俺捌看过嘞。这红红鸟吼、哦、是一种神鸟呢，平常时也是未出现，太平盛世才会飞出来。
爹啊，你坐坐不起来去看。哎、欸，好哦。好家。哎、欸，啊，红红早都飞去啊，飞去啊！你搁功夫。哎、欸，红红飞去，也唔过你那爹我捡到一粒红红卵啊。红红卵。哎、欸，爹啊，你紧摕红红卵个查囝看。哎、欸，好好好。这红红卵啊，是真宝贵呢。哼、嗯，不比着鸡卵啊、鸭卵啦，你看。哎呦，唔通较当遐细哩，唔通讲破去啦！哈。爹，啊，这红卵看起来，小平一般的鸟卵较水淡薄啊，敢真正遐尔宝贵？当然是宝贵咯，人若是食着红红卵啊，会当百病消毒，长生不老。那呢？查某囝，赶紧将这个红卵煮煮的，汤我阿爹吃，也替阿爹求一个长生不老。哎，红梨啊，免啦！他咱这种善车人哦，求平安，唔敢想要添福寿啦。哎，眼前的日子哦，都还阁烦恼真歹过呢。那是要求什么长生不老？这红红卵哦，也是明仔载我提来去市上。加卖一寡钱，过几工啊，快活日子较有影哦。哈哈。那呢，这个红红卵一定会当卖真侪钱，是不是啊，爹？红梨呀、啊，自从你七岁今年，你的娘亲已去世，你对阿爹是全心情。家境保后保来破心叮当地，唉，十年来你爱的物件，阿爹就唔捌来替你买哦。咱三顿是咸酸苦涩，食的拢是迄啰番薯青梅。这份地啊，我也无去学着，去落赚钱的好手艺啊，才着害你来对地啊，伫这五年泡孙，怕苦你嘛着爱来加减啊呗。呀，卖讲结孙好。真正是比糖嘛较甜，如今煞伴阮家己的孝天，这种清淡的生活，阮感觉温暖嘛过了几十年。阿爹今日捡到红红卵。我就拿来去卖钱，才买起买肉回来，是乎你来煮肉滚鱼汤哦。古镇一句玲珑绸缎，来款一挂皮油棉袄回来放哦。日后倘好来乎你做嫁妆。啊、金银首饰你上介爱，搁买一副莲花镜，加一座的西装戴。上红你，你扮成公主，一般是才来选竞赛。阿爹会替你来选一个风流英俊的好人才，来甲你配好海。娘，你讲的这拢唔好呐？拢唔好？嗯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十七八岁风花闺女，还阁留伫个厝内，哎。都因为你的嫁妆哦，阿爹办不起啦。一旦若是阿爹有钱啊，我一定要将查某囝你的婚事
管得又体面又老练。安尼阿爹若百岁了后，我唔照迄个面子去求全地去恁老母啊！爹，你看，你鞋啊穿甲拢无去，衫裤破甲无布嘛通好穿，大草无力你强天，透早拼到鬼半暝。应该啦，那是未了风风冷，咱就先来去住，买地山买田园。啦，人生路量拢提来好定，你搬三边，我甲好定就。彼个新鲜稻谷路，精神焕发啦，好收长。免免免，什么都唔免，阿爹干那要一件就好啊。爹，你要爱什么？那是未了红红人啊，嘿嘿，我就先来打一路啊好酒哦。对啊，啊，原来是张三社。啊，你是安那风风光光咧讲怎样？哦，我要赶紧来去街上买咧红红卵啦。嘿，啊，真巧，迄长着滚过啊，啊，变卖嘛是专食人啊。嘿嘿，哎，啊，听讲红红卵果一粒，唔知影要卖啥人吼？那安尼哦，过来一个先拼先，一看啥人个，钱甲现啊。好，目睭啊比大细，咱就凭手段来比一下冠。卖红红卵哦！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讲人难搞，啊，讲卖两个对着卡车后，卖两个来啊！哎，卖两个啊！哎，卖红红卵啊！哎，卖两个，你卖两心？啊，当家的嘛是要卖，也唔过吼爱心看货，再来讲价。哎，好好好，来，哎。看就好，唔通用手来提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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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即卖市面上竟有遮尔啊多，这红红卵谁也毋捌看过，毋知是真也是假。我若去买着迄个混蛋，我毋着衰。哎，像你即种毋捌货，我毋买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伊毋捌货，呀，我捌货，我买。嘿嘿嘿嘿，我拄则是伫甲伊滚双笑，这红红卵，我买，我买，无咯，我买，我买，我买啦，我买，我买啦，我买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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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我出了文银500两，500两，哎，我出600两，600两，我出700两，700两啊，我出1000两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先讲看卖咧，买红红卵是要创啥货？我才决定卖予什么人。好，我讲，文少爷
也加产了几啊百万，啊，想要做官嘛却为难。我若买着你这粒红红蛋，我就会用的兵部千文爬上高山，我将卵啊摕来送予皇帝，换来一顶七品的乌纱，乡亲见着我，啊个个拢着惊大咧。每日我就会用的出来臭屁满街踅呀，满街踅。用老韩这粒红红人去换花，你一顶乌纱无啊？嘿，这我阁有一个譬如哦。比安怎样啊？乌鸦想要骑上红红背，啊，你若做官，百姓稳连回哦。这是安怎讲啊？做官唔得爱靠本领，惊正咯，安尼唔只会当做好清官。啊，亲像你这款直来官，我看也只不过是一个奸官、贪官，心术不正。嘿，这红红人袂用个袂。啊，你猪八戒想要食人参果哦？我有食无电线果。啊，这红红人绝对袂使卖伊啦。袂用个。对啊。哎，这个朋友啊，也无话你讲看卖咧，你买红红人是要创啥货啊？哦，好，我讲，你听来。好。我的我过天，我拢无孝顺，心宽，未来开飘钱。啊！吃了红红，我你抢着心惊惊，我身体会臃肿，通好嫁娶，几个阿水姑娘。所以买你一粒卵，我愿你出嫁是一千两。红红卵，买转来去擦地球，好坐也真坐。真会晓逍遥安怎？阿伯啊，啊，这粒卵卖我啦！卖你？哎，好哦。好，我今日我。啊，懂的。啊，你呀、啊，你还阁嫌这个世间无够乱心哈？那乎你这个娇贵重生不老啊，唔知要害偌济人家破人亡的。这红红人袂用个卖你啦。啊，你唔卖你啦。哼、嗯。真是不识抬起老狗！唉，是安怎来买红红人的？全是一挂不三不四的人。啊，若乎这个人终生不老，世间唔知有偌济人会遭受灾殃哦。唉，看破，卖卖啊！红红人哦，我两个提转来家己吃啦。老爸啊！老爸啊！老爸啊！哦，哈哈。老伯啊，老伯啊，我终于找着你了，找我要创啊？我给你买卵啊。老伯啊，我听讲你嫁到一条红红卵，阮这乡亲啊，牵着我囡仔要来买卵。是啊是啊，一粒红红卵惊动千百的人，啊，大家都想要重生本哦。哈哈，实在有影真好笑哦！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好伯啊，不是阮家己要吃，我是买来献给朝廷。献给朝廷？是啊。老伯啊，你唔知哦？哎呀，啊，着牛老相国身患恶症，百忧难医，明仔诞生呢，要奉上下旨，张榜点他，要找红红娘啊！啊，牛老相国身患恶症，嗯。我、啊、这朝廷的代志，你哪知影？关老爷四家大过事，我唔知会知。哎呦，你哪唔量早讲？紧嘞，紧嘞，紧带我来去见见老爷，紧嘞，见老爷。哎，大家看，关老爷伫遐呢。
我好啊，啊你见老爷要做啥物？我要来去献红红卵啊！献卵哟！是啊，好，啊你行行行行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去。老爷大家，哎、欸，那个叫小明，你敢当当下去？啊，小明啊，请慢。哎呀，请问老伯，哎，尊姓大名，何事求见呢？哎呀，小老名叫张龙虎，捡到一粒红红卵，要来教我太爷定县雕亭啊。红红卵是，你知道吗？红红卵是对倒位来的？太爷，这是小奴伫井上采红领错茶的时阵，看到红红捡伫梧桐树上，我就一时好奇啦，爬上树枝惊飞红红，唔只会捡到雌卵。哦，也本官拢唔捌看过这种物件，也是唔是会当借我看一下啊？哦，行诶，太爷，请看。哎呀，玲珑剔透，文生五色，真是一粒宝卵啊！哎，太爷，看得好啊，哈！嘿，哎，阮老爷忙忙些煞袂用诶，这这虚实珍宝，若讲破去都恶吹哦！真是打破铁的无觅处，也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哎，老爷。较小心诶，唔通叫骗去啊！哎，遐粗鲁、粗鄙、羡慕，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人啊，无成干涉欺诈之徒。太爷，拄则有人出价千金，小奴都唔卖。如今愿意交我太爷定县雕亭，为牛老相国之辈，分文不处啊！哎，啊，这是安怎样讲呢？哦，太爷。有道是人心，有路来一关心，良心为官当一品啊，良心为官当一品啊，贪官污吏是最可气。
己出门来佚佗，伊看到红日半路人摇倒，伊就出手将伊抱，也抱伊倒转是家己哟。村左村灰是温暖多，老乡呀，伊祖辈是秋米多。如今乡呀，伊还恶情，困我无言来叹悲情。此两六事，两旧乡呀，一面啊，也显两是了表。好面的一片心声，老爸啊，哎呀，难得好老心里想啊，就见老爸你自大偏正，为官两地民爱戴，错得丹崩也安良，巧珠何断贪富贵，心好万代老马娘。老爸啊，你好歹一心念人啊，尊敬啊，本官待你啊。也敢应，好好好，老爸，叫我弄好啊就好啦，弄好爸啊，这粒两本官就把你收起来了，不利天恨朝廷，本官定当召帝皇上为你清宫脱相啊，清宫脱相，苏爷。人在能在，千万要小心啊！哎，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太爷，千人都请太爷天恨朝廷，啊，那这清宫脱相的代志，唔通安尼做哦。为什么袂用安尼做呢？太爷，你甲看，但我着土坑卵一半较假的人啊，我是要多什么讲？免啦，欲得民心如此。何愁国家不幸，社会不正啊！哦，龙河伯啊，也本官就代替老相国多谢你咯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莫莫，哎，安尼去找到这老伙啊，的伙是莫莫，也无小老先过题咯，过题过题，哈，行行行，来来来。老爷，代志唔好啊！什么代志咧？公主伊，公主伊安怎啦？伊被人派去用要半小时啊！好、啊，老爷，公子啊，阮家今日阁有救。公主落骨破碎，血往内涌，只有出去是病，无入去，除非是灵芝草、还魂丹，也那无济啊！我是要去倒位找灵芝草还魂丹啊！树老朽无灵，夫人你也是赶紧准备后事啊！先生啊，先生啊！我的家！
娘，娘家予你托付的土地，全身是乌灵灵。早起你出门，亲像车辆外响，你明知船啊你怎变成？了款啊来鱼无油的草油啊钓，你若真是三顿两顿，人有够着住啊牛庄，若有来失足，伊得就乌一边。研究家一命啊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袂定当前半，我也不会求家你好生。我的家，夫人啊，卖哭，卖去哭啊啦！走啊！我家在这边死啊，还敢叫我唔当哭？哪里，夫人？你紧哭，你赶紧哭啊！哎呦，啊无你是咩？我哭啊，死死唔死哦！哈，无，春阳替夫人哭啦，公主啊，公主啊！大鸟哭鸟，天天盖竹被，夫人，我问你咧啦，老街走去叨位啦？街，啊，就比夫人，你叫去请老爷。哎呦，够烦恼煞袂记的啦！啊，即马是啥物时阵啊啦？还阁还袂倒转来啦！哎呦，啦！我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娘哎！咱家用把这用到要死严严啊！要是俺做用把这死严严嘞，管管三七二十一啊！你是一官之主，管好司令贷款在手，你赶紧命个呀，冲啊向收，冲向收，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，替家报仇啦！哎呀，夫人啊，袂用的啊，也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啦。代志要问一个清楚，伊也是要安尼去随便抓人的。老爷，听讲公主伊是江秋明路暗家的。哈、啊！哎呦，恁祖妈给你珍珠链落了。哎呦喂！哈、啊！寸乌啊，七寸水，旧的查某都是为遮无你的代志，给我死去！夫人啊！啊！你唔可以将话讲互完。我唔管你什么鬼，唔管你什么话，我只知影杀人伤命欠债还钱。你今仔无将凶手抓到，恁祖妈食七枚，我专工甲你还。哎呀，这卖怪你啦！啊，怪你平时对娇生惯养，家教不严，滴水污浊非为者，你啊来今仔日来祸端。哎呦，你这地命哩呀、啊！咱惊起人怕个呢是，你唔去抓凶手，大家伫咧埋怨天做嘛？天啊！天啊！我歹命，我歹命！好好好，好啊啦，卖哭啊啦，啊拢怪我，啊拢怪我家教不严啦，叔爷。我去找大夫来啦！我来，免啦！啊免咯！拄只大夫已经来过啊，地火灵芝草万运丹，那么无救啦！哎呦，这天开哪有什么灵芝草甲火运丹啦？就是安尼讲。老爷，这红红卵啊！哎呦，阮囝在要脱酒卖鸭卵啊，啊，搁躲伫咧什么卵啊？你做嘛？就甲你讲啊，你破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是上爷救命的卵呢，千万不能给它摔落去哦！哎呦，夫人啊，那不是普通卵，你知无？那是红红死落来卵，那人吃了到底八比消敌，用心不落。哎呀，我哪里心讲起来？我见你俺都有救了。
管你什么事，相公好相公，先救囝再搁讲。哎呦，到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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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头拢放弃啊！哎呀，天哪！我还能啦，我还能啦！我会惊啦！哎呦，我会惊，苏雅较紧的啦！进来，我会惊。天哪，吓死呀！死呀！公主啊！想一个应付的办法较要紧啦。是啦，苏爷，我知影你头脑好，巴肚来转过。袂歹，拜托的，给阮想一下办法的啦。哦，想办法，这办法。洛爷。你这条一个好主意，是警察老爷，你若要抄，那嘛唔采纳。啊，你都讲出来听看卖啊！我拄啊听这大听，火树顶乌鸦哭一声，害我掉一根啊！啊，是安怎奈掉一根啊？因为为着迄乌鸦，才我想到，老爷啊，凤凰卵是稀世稀宝，世作水款，大家嘛唔捌看到。咱不如再提乌鸦卵，提个改装一下，无中尽显，时不知鬼不觉，你想啥款呢？哎呀，好计好计啊！你哦，不愧你细孙，头脑灵通，本领阁未输孙悟空哦。一计无尽，这出事无多动啊！啊，老爷，你还惊？哎呦！老夫立身处地，功名磊落，最重名节啊！一向唔捌弄奸行家，莫生气啊！何况乌鸦卵冒充凤凰卵，乃是欺君罔上之大罪啊！啊，此事就绝不可为啊！哎呦，老爷啊，要那你太监滚个鸡鸡巴怕，谁和你一起落打？哎呦，我是要哪洗下你，啊，搁切下打，老爷，咱死一个囝，敢讲无够，敢讲着爱满门抄斩心，老爷喂，真心求你啦，有人啦，老爷，你受痛啊哟，有人喂，老夫一生的名节。就摆在你这个富人人的心上了。老爷，老爷。